拼完这份四千份的冰，我就可以跟他在一起。你听过傲娇吗？是不是就是你？多管闲事！这里还有什么？大惊喜！我们三个人是最好的朋友。如果我们这个团体就这样解散了，你不觉得很可惜吗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《机智校园生活》，青春万岁！